34岁嘅 Yumiko 自从生完梁浸浸之后咧，一直做 full time 妈咪，直至梁浸浸上个月1岁生日 ，Yumiko 决定复工啊，仲去咗上海做打碟辣妈添，嚟紧又会去上海拍剧。唔知咁啊，为咗挑战终极难度，有打开泰拳嘅佢，有传啊会喺9月出战 Real TV 嘅 G1 格斗会 Season 2啊。新一季形式同 Season 1差唔多，上季被淘汰嘅3个选手，有传咧会再参赛，仲有新加入嘅28岁辣妈 Heidi。但 Season 1有人俾人打到变猪头、啊、，Yumiko 你惊唔惊个？唔怕变猪头，如果我唔参加咪唔会咯，唔怕。如果我真系决定参加嘅话，我一定出到自己最 fit。其实佢私心温都有一场边睇噶，新一季落场打更加有投入感啊！